接下来我们带来演出的是我们的社区运动舞班，由我们的刘秋莲老师讲师群带着一群非常爱跳舞的我们的同学们，那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了，带各大的活动还有各大的庙会的一个热闹的演出的时候都会邀请他们来，我们以掌声欢迎我们的社区运动舞班，为我们带来第一首已读不回。
是一团烈火，熊熊燃烧在你我的心窝，轰轰烈烈烟花总会飘落，平平淡淡才是爱本色。原来爱情本是一团烈火，长长岁月深深把你铭刻，就算爱情给我无尽折磨，依然谢谢你陪我走。谢谢我们的秋莲老师也带领这个班级。